教協今日下午三時召開特別會員代表大會，討論和決議修改會章，修訂解散門檻，由必須有全體合格會員三分之二或以上同意，修訂為在會員代表大會或特別會員代表大會出席合格會員代表三分之二或以上同意。換言之，即是由原本需要全體95,000個會員至少三分之二人秘密投票通過，即是63,000人同意才可以解散，修訂為只是需要出席會員代表大會或者特別會員代表大會三分之二與會者秘密投票通過就可以解散教協。現時教協有3000名會員代表，所以日後只有他們有資格投票解散教協。下午大約2時，教協會長馮偉華、副會長葉建源和監事張文光先後到場，有會員代表被問到是否支持修改會章的時候反問記者，有得選嗎？特別會員代表大會召開一個多小時之後大約4點完結，教協會長馮偉華說在大比數投票支持下通過修改會章，修訂解散門檻。那我們接下來就會召開多另一次的特別會員代表大會去進行表決，但是在這個過程之前呢，是要等政府批准了這個修章，若果是他批准的話，我們就會盡快召開另一次的特別會員代表大會去通過那個解散的程序。有會員代表就向傳媒透露，會議大約有140人出席，在九成多人投票支持底下通過修改會章，又引述教協方面指預計會在9月中開會表決是不是正式解散。創辦48年的教協在本月10日正式宣布解散，同時會遣散超過200個員工，出售物業、醫務中心等服務不遲於今年年底完全結束。根據教協原本章程第20條，解散的時候必須由全體合格會員三分之二或以上，即是大約63,000名會員投票同意通過，才會完成整個程序。據了解，教協全體會員本週初陸續收到教協電郵解釋解散的決定，並通知在8月28日召開特別會員代表大會討論和決議修改會章，修訂解散門檻。電郵入面明確告知會員，教協目前形勢較想像中嚴峻，《蘋果日報》前居可鑑，拒絕解散將會遭拘捕及凍結資產，以委託獨立會計師處理清盤工作，清還所有債項之後，餘額由合格會員均分。不過，教協今次召開的修改會將特別會員代表大會僅限於會員代表出席。教協現時有大約3000名會員代表，根據會章，開會的法定人數則為80人，今日出席的人數雖合乎要求，但在解散教協這個重大問題上面，廣大會員都被代表投票，口口聲聲說民主的教協最後亦都是由少數主宰大多數，又何來民主呢？教協由一個專業教師工會行到滅亡，可以說是咎由自取。由2003年反對23條開始，教協就扮演積極分子，之後反國教、違法佔中都有他們的身影。在2019年反修例風波入面，教協推波助攔、組織遊行、煽動師生罷課，又包庇播毒、涉違法的失德教師，借出場地給主辦者搞35+初選宣傳記者會，教協不搞專業、搞政治的事實，香港市民有目共睹。